喂，我刚出捷运站，怎样转车最划算啊？先转去全家最划算。什么？现在用悠游卡搭捷运，出站60分钟内去全家，同卡比百项鲜食，每件现折10元，买越多折越多。还有去拿玻璃外带小披萨送脆薯，搭台湾大车队还抽冲绳双人游，全联福利中心、莱尔富、单体咖啡也享优惠。出捷运去全家，优惠带回家。